我想突破自我，寻找更多可能性，但我还是想你了。我想和你们聊一聊天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还留着我的第一张专辑，第一次录音，谢谢你们陪我这么多年。我想是时候变得更成熟了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我想在全世界唱我一个，时刻提醒自己别变成保守而无趣的人。我想开这样一场演唱会，我们掏心掏肺，我们释放纯粹，而这之前的24小时，我还在想是多睡几分钟，还是立即爬起来来这里，来到你们身边。现在我的全部所想只有一件事，我想和你们在一起，这里才是属于我们的年轻的战场。